是需要适应一下他的速度，请千万别勉强，这毕竟不是演习啊。嗯，我会量力而行，导航就拜托你了。嘿，包在我身上，我绝不会遗漏掉任何细小的。嗯，这些红点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啊！不，不好！ 有附属敌人在向你靠近，请立即迎击。果然，隧道也被封锁了呢。 和我调查的结果一致，长空市果然已经被这帮坏蛋给掌控了。不过这样看来，高速机动的确能制造出对付他们的局部优势。是啊，我之后也会加倍小心，不漏看一个敌人信号。没关系，从结果来说，你刚才也没有耽误什么呀。啊，等一下，出现新的敌方增援，这个反应规模。 小心，有大家伙向你冲过去了！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甩掉它，不过在隧道里……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等我甩开它，就去长空室内的预定地点和你会合。 不给他留下追踪的机会，我们暂时切断通讯，一会儿见。辛苦了，小兔。 终于进入长空室了，这里仍然是百废待兴的状态呢。先和我的搭档会合吧，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啊，那是。 前方，左侧、右侧、身后，全部确认完毕。周围无危险目标，随时可以碰头，请讲。你好啊，苏珊娜。荣于环境。屏声静气。苏珊娜，小姐。你，莫非？没想到。 作为你女武神，苏珊娜，你是不是太紧？因为平时的，可是你的经验比我丰富。可是我们，我知道了，好像也只那么，好的，在前面不远处有我布置好的安全屋，我们先去那里和总部取得联系。不过要小心。 城里现在布满了无冒者的眼线，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就像这样，组建，组建，来，对面。
愧是希儿，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肯定要苦战一番了。啊，希儿，在进安全屋之前，那是用来进行秘密通讯的收发装置。没错，它能让我们在安全屋内隐秘。而且那群家伙可坏了，每次我尝试修理，他们就会马上冒出来捣乱。你看，说来就来。你放心修理吧，其他的事交给我就好。拜托了，另一个我，真的。一切都变得事半功倍了呢。好，现在我们赶紧进安全屋吧，走这边。哦，进门的时候注意一下我布置的三重陷阱，我给你讲解一下怎么避开。啊，嗯。希尔大侦探和他的助手苏珊娜将要在这间房间内推导出事件的真凶。确实，这里看上去足够隐蔽。嗯，这地方是附近的临时治安维护所借给我们用的，他们听说天命愿意来协助调查，赶忙找了一个最最安全的地方给我们。不过这些豪华的布置应该还是苏珊娜的手笔吧，看来他们也已经被逼到束手无策了。那我们这就和总部联系吧。嗯，啊，这是光线造成的错觉吧？这次又遇到什么突发状况了？对不起，特斯拉博，不对，特斯拉博士。哦，希尔。你已经到达。嗯，小兔在载具形态的性能。我看过之前的作战记录了。哼，终究是群战伤。不过，为了对付……嗯，其实这本来也是这次作战最大的，毕竟他一直以来都在和县主任。好像确实是这样呢。哎，那也就是说，这当然也就没法再使用它了。别想着……是的，我。不过既然使用小兔有这么大的限制。为什么总部不派博尔尼亚小姐亲自参加作战呢？博尔尼亚姐姐最近似乎在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没法和我们一起行动。非常重要的任务？不愧是博尔尼亚小姐，肯定是比我们这里要紧急很多的。希尔，你难道也不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这个，虽然我当时他还说了什么，关于这件事，恐怕我们有一些头绪。真的吗？不是，这还要从天命重。嗯，我听亚尔维特他。没错，你上既然没有了各自为政的理由，特斯拉博士似乎也迫不及。哼，谁在？所以，布拉尼亚姐姐。那倒也不是。简而言之。我想想啊，我记得之前瓦尔特。没错，可是瓦尔特那家伙啊。哈，我知道，确实逆上，但这次约阿西姆。瓦尔特先生，别夸他。对不起啊，难道说看来你也想到了，布罗尼亚一直对制作游戏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逆商的动画公司也在考虑拓展旗下的电子游戏业务，所以如你所想，现在布罗尼亚已经在约阿西姆的身边作为研发工程师开始了实习工作。原来如此，
那句敬请期待，原来，不过，等一下，如果瓦尔特先生放弃当刑，没错，德丽莎会直接成为罪犯。德丽莎主教，不过一下要治理两啊，不，苏珊娜，你抬头看着天花，没什么，没什么，你已经说出来了。我们似乎有些跑题了。大约两周前，而自那之后的两周时间，最初的事件发生一周，他们宣称吴茂执意进行袭击和长工时，毕竟还是一片废墟。负责前期调查的苏莎，如果情况允许，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这边为你们物色。这里是啊，希尔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吧？这里据说是在长空室被毁之后，当地的居民们自发建造的棚区。因为这种特别的构造和形状，这里好像被当地人称为巢。啊，你是？希尔姐姐，还有小空，你怎么在这里？等等，希尔，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所以小空就是特斯拉。就是这样了，我们差不多有半年。原来是这样。抱歉。哎，也就是，不过小空，过去我和其他贝老师，更具体的说，就是生活在小空他们为了补贴家用。希尔姐姐，我没有那么厉。那太好了。怎么了？我只是在想，这样想来，但为什么街道？这样说起来确实有点古怪呢。其实不是，无冒者虽然自称是，到目前为止，所以才叫无冒者啊。怪不得我调查了好久。原来如此，比起双眼能看到的危险。哎呀，那这么说的话，不过既然他们没有对我出这，不过长空大崩坏刚刚结束的时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因为其他地方的确实可以这么说，而且可能是因为长空式的，不过从好的方面想，而且在这，希尔，你说的太好，就算是现在，苏珊呢？希尔，听好了，苏珊娜，可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去勘察。这么说来，那就拜托你了。哼，果然有无冒者的机甲呀，直接打爆他们。等等，在这里和他们战斗可能会波及到附近有人居住的棚屋。希尔姐姐，把敌人引到我这里来吧，我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对付他们。昨晚无冒这里似乎是一片巨，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我知道。不会错的，成当时报案的事。既然如此，你好，我们是来自天命。天命虽然还没有到那，哎呀，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哎呀，解决了就好。这个我们，所以昨晚上，谁啊？你好，我们天命啊。不是的，我才不信，药房也被洗劫一空了。洗劫？请等一下。是又怎么样？哎呦，又不用了，老伯伯。无什么？无冒者，你们记不清喽？这样啊，那您最可疑的还有住哦，还有啊。哦，这条线索很关键。老伯伯，谢谢你。别客。啊，
好像奇怪啊。啊，那边好像还漏了一件。希尔啊，不好意思，刚才不一定是无冒者相关的消息，这些都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啊。不愧是，这只是我们应啊。不过，虽然，走吧。你好，你们好呀，小朋友。你爸爸去上工，那妈妈呢？家里只有我和哦，不好意思，不用道歉呀。哎，为什么我一直在等着你？难道就是我呀？原来是这样啊！啊，我知，或许可以把你昨天晚上看到的事。当然可以了。昨天爸爸在建材厂工作，一般来说我我懂的。但是昨晚不一样，我从窗口探头往外，我看见他们走到仓，我想那一定，可是他们一开是因为报警人事小孩，怎么能这样？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在醒来的时候，我们很快会抓到他们的。真的吗？当然啦，你看这孩子是无冒者的目击者，你说他们朝着街尾的仓库去了，那里平常存放着什么东西啊？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有位老人，他从来不和人打交道。原来是那个老伯。警察姐姐还，这孩子是，你说他们朝着街尾的仓，他从来不和人，原来是那个老，警察姐姐还，这孩子是，你说他们朝着街尾，他从来不和人打，原来是那个老伯。警察姐姐还有，这孩子是我，那个吵醒你的，我也不知道。以往如你以前有听到过类似，这么说起来爸爸听不到的事。对了，小空啊，那能请你把它拿出啊？对，难道他只我想啊，我想起来了，高频率的声音，马克兔身上的一些但是警察姐姐还有，这孩子是除了披着斗篷以外，我想想，吓人。是这样的，这时候我发现，所以我就然后呢，我发现都没有脸，就是黑。然后呢？没有，他应该没有吧。这举动听上哟，别紧张，苏珊娜。可是谢警察姐姐还有，这孩子这些情报已经很充分了，我向你保证，我们辛苦警察姐姐们。唉，希尔姐姐似乎一直我也，总之接下哈，有了，而且等出，你好，有人打扰了。门没锁。怎么办，希尔姐姐？不，还是仓库的主。没事，这里有个台阶。苏珊娜姐姐，没事的，所以绝对没有。红色的球，这不像一个完整的部件呢。不要盯着我看。如果苏珊娜，我想她可能是这个仓，可是这都不好说呢。先把它当作证物收起来吧。这座仓库里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一大堆杂物，虽然整个仓库刚，大概这里的主人小空能怎么了，希尔姐？
这个商标。马克兔，你能回忆起来？给我们一点时间吧，希儿姐姐。拜托了。这个是。看起来只是这个坑。苏珊啊，这个呀，这个我管它叫声。总之是可以用来分析案发现场呢，在这里可以提取物证表面的，如果犯人留下了自己的基因信息，也就是说，如果无如果顺利的话，不过没关系，这次我加油啊。有什么收获吗，小空？啊，我让马克兔帮忙基本构造。这种秘密基地一样的地，那这间仓库只有一扇正门，这里的主人大概用了五分之一，不过至少可以确。我明白了，这些空箱子。暂时就调查到这里吧。怎么了，苏珊娜？抱歉，希尔，但真的连一根头发也没。是谁的指纹？已经发送给数据库了。但是也是啊，为什么无冒者能做到一？苏珊娜，我们在长空市住了那么久，你说的这些一般啊。希尔姐姐，马克那些箱子上的商标，星城医药。我只知道，不过我还让马克兔检查了散落的其他箱子上的商标，但可以肯定，那些箱子应该是来自个。没问题的，希尔。谁？站住！苏珊娜，没事。好，那小空留在这里。你是什么人？我非得回答你不可吗？对不起，不介意的话。你们回来了，这个人是？我们还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你是长空市的居。我非得回答你们不，我可是个手无寸铁的医。没关系，苏珊娜，毕竟我们可以确定。啊？当然有，就是，你的这副长相。我的长相？相由心生。不行，当然，天命并不会以貌取人，真正的证据是，就是你的称呼。称呼？严格来说，是你对啊。对了，那你就错得更厉害了，因为在场的人当中，而以今天的装扮，你其实……你为什么还要？就算不，你当然不知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你就是这间仓库的主人。哎，果然就是他吗？之前我听说，仓库的主人，当然。最重要的是，确实，是啊，这怎么不行？不只是这一点，那就是你的声音，我们之前没有听过。确实，那就是你的称呼。又来？不。那就是，就是你的长相，苏珊娜。哎，
你说。是啊，重点不在这里，但住在仓库里的。原来如此。啊，当然。对哦，有了。哎呀，那是又怎么样？还有，喂。确实。谢姐姐，一开始我因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被抢劫的仓，但如今你却我，对了，可是你刚才进，你连无冒者这个名，不过，那我没丢什么东西。喂，你这样狡辩，真的？怎么可能？这间仓库，那这些空的纸板箱，我爱捡废纸箱。不，我证据就是，证据就在这里。啊，这份笔记上可是那，对了，时间也记得清。那是真的吗？卖到了，你们是查不到的。不，我们必须，这位先生，因为天命分布在各地，虽然我很想这么说，果然，这因为我们可以依靠临时。呀，的确，可因为无冒者，无冒者，你还当然记得了，你一个人击溃了无冒。没错，昨晚袭击发生，所以我。不过，恐怕是因为……没错，所以他才不敢报证据。这个小球其实是义眼吧？你专门盗窃医药公司仓库里留下的医疗用品，然后计划卖给黑市。这样，接下来，请你跟我们。哎，等一下，怎么了，苏珊？我设置的陷阱，有什么人